中共两会登场，中共官媒也报道得轰轰烈烈。不过网易特别做的一首主题曲则是感动不少中国民众，只因为其中一名三轮车夫的话，再苦你也得过，这里是中国，得到许多网友的共鸣与关注。人们扯下万千口罩，放肆笑着。从糟糕到不行的空气，到宁波民众反抗修建二甲苯化工厂，画面浏览过去一年中国各地发生的点点滴滴。安全的饭菜和牢固的屋舍，不警惕危险，不担心病患，没有人被允许经历孤单。我不能养成死家，要不就吓死了。我每天生活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，别的我也没想。再苦你也继续，还得这么活着。这里是中国。廖丹的家庭境遇遍布中国各个角落，山区的孩子甚至吃饱饭、穿暖衣都是奢望。梦想是天生的、必要的愿望。是身份的证明，不会被谁影响。就像每一个人都终会死去，每个人也终究会实现梦想。这首歌曲引来网络上网友的推崇，一句奉献一生，能否在我死后赐予我一寸掩埋我身体的土地，唱出了一个个卑微的心愿。付出再多也换不来一套栖身的房，书写着普通百姓的无奈。这里是中国。新唐人记者任浩综合报道。